这马匹的好坏呀、啊，就要看他们的毛皮是不是光亮，牙口是不是整齐。你们找我呀，可是找对人了。我们这儿啊，可都是一等一的好马。嗯，确实不错。怎么样，几位客官，咱们到里头再详细谈一谈。嗯，好，行。我们这些马匹可是方圆百里最好的，几位客官也给我亮亮你们的货吧。啊，给他看看货。哎，你给看仔细了，这可是上等的好茶叶。甭蒙我，你们要的可是军用马匹，你们就不怕杀头？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。你们有金牌吗？有金牌还跟你讲价呀？别废话了，开价吧。好，这种茶叶换我一匹好马，买20斤。你疯了吧你？这么高的价钱？你们这些生意人呐，总是抬高茶价来换我们的好马，不要心肠太狠吗？啊，这茶你们就非喝不可吗？哟，这小哥问的可真新鲜。我们这儿吃的可是牛羊肉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？宁可三日无饭，不可一日无茶呀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不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占我们的便宜吗？互通有无，这可是天经地义啊。这新马未曾染有瘟疫，好好的染什么瘟疫？哎，我可听说前一段日子你们这儿瘟疫横行啊，别用病马糊弄我们。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啊？是，前一阵子啊，是死了几匹马，所谓的瘟疫横行早就过去了，我们不过借此找些理由来糊弄官府，要不官府把马都收了，你们还能买成什么呀？别动手。啊，哎，我倒要问问，这官府那里，你们都打通了吗？这个自然，茶马子那儿也有招营，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啊。不用问，你们可是一匹马都没做成过。当今朝廷对茶马交易管制甚严，如果一旦出了事儿，不光是你们，也包括我，也得。这可万万马虎不得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是通天的。穆主任，和你们做过的都没出什么事儿。嗨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不说别人，光我这儿3-4年了，如果有一起败露，我还能站在这儿跟阁下说话吗？啊！来，要把他绑起来。来人啊！来，快走，绑起来！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是官府的人？走！老实点，是你欺骗了我，是你欺骗了官府。走。朕万万没有想到，茶马法几经修订，条例如此森严，你让陕西的商人依然有隙可乘，甚至于能让国家的粮马都亏空，以至于难以抵挡外敌之入侵。你说你这个布政使是怎么干的？罪臣实在是有所不知，罪臣该死，罪臣该死。但瘟疫盛行也是实情，不法商人趁此蒙蔽视听，罪臣失察。瘟疫盛行，你还在说瘟疫盛行？你有没有亲自到疫区去视察过？罪臣亲自视察多次。穿着官服前呼后拥的，罪臣之罪，罪臣之罪。能让不法商人一路通行到底，该当何罪呢？罪臣有罪，罪臣有罪。拖下去斩首示众。皇上，皇上，走，皇上饶命啊，走，皇上饶命啊，皇上饶命啊。袁卿是臣在。
这次你首先发现端倪，秉公直言，立有大功，朕赏赐你宝钞200贯。臣只是信口说出，未查实情。圣主隆恩，臣受之有愧呀。陕西一带乃茶马交易之咽喉，没有一个得力的清官驻此不行。朕信任你，向来廉洁奉公，不徇私情。现在，破格任命你为陕西陈宣布政使，正三品。谢陛下。微臣才疏学浅，不堪重任，陛下信任有加，微臣不胜惶恐。秉申。谢陛下。你上任之后一定要明察秋毫，不必管他们是当官的还是做买卖的，凡是牵扯到茶马交易案者，一律严惩不贷，包括现在站在这儿的这些当官的。臣一定严肃办理。拖下去，严加审讯。是。是。欧阳伦，微臣在。这次你协助皇太孙在陌生的地方迅速切入要点，查清了走私脉络，捕获了奸商人等，立功，不负朕望。朕赏赐你宝钞300贯，希望你再接再厉。臣谢圣主隆恩。平身。臣谢恩。日后要是有谁敢再偷运私茶出境，或者是发现关隘失察者，一律处以极刑，不论情节轻重。朕很欣赏你的能力。谢陛下。如果你不是驸马，朕很可能对你另有重用。感谢陛下恩宠。你是皇亲呢，是朕要信任的人呢。今后你要极力地辅佐皇太孙，是让他明白一些他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。即便朕百年之后，你仍然要继续地辅佐他。微臣牢记。安庆公主向朕提起过你，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些事情。朕再三考虑还是不能答应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微臣知晓。朕也是为了你跟公主都好，倘若现在我任你要职，那么你周围的人就可能极尽谄媚之能事，让你飘飘然乎不知所以。人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犯错的，犯了错回头已晚。微臣明白。等朕跟皇太孙回京之后，你就在这里留下一段时间，就当朕的钦差，监督元清室把事情办好，待你回京之后再向朕禀报。啊，臣遵旨。父皇保重龙体啊。祖皇您还是早些休息吧。驸马大人，此次您的功劳当居首位，论功行赏也该让您做了这个布政使才是啊。我这个皇亲国戚，功劳再大也只不过是300贯赏银而已。哎，你看着点。罗教，罗教，